喂，你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一样，竟然肯陪我逛街买衣服啊？我没有变，变的人是你。是吗？他们人呢？欢欢，啊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欢欢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Happy birthday！ 快乐快乐！怎么会有这种要结婚的错觉？我竟然爱上了这个凶神恶煞般的船长吗？这种感觉，你遇错了，是传说中的幸福。快乐哥，对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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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我女儿吴欢欢22岁的生日。在这里，我要向大家宣布，我所有的财产，在我去世以后，将由我的女儿全权继承。爸爸，我欢欢，还不谢谢你爸爸给你准备的生日大礼。我现在就剩下一个心愿了，那就是回中国看看。爸，可是您的身体……吴伯父，医生应该也不会准许您去的。嗯，我的身体我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只能在新闻和电视上看到祖国，我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去看看。如果现在不去的话，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好，那我陪您去。那我把手头的事务处理一下，也一起去。我也陪着一起去。